sunflowers in your hair. I thought that they were dead, so I took them off of your hair. Oh, there's nothing new to be close to you.为什么我要在我家旁边的旅馆住呢？因为我妹她要会考，然后我们现在学校全面远距到期末嘛，那我妈就很希望我赶快回来高雄，因为台北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可是又有碍于呢，我妹会考，然后她怕我从北部带来病原体的传染给我妹。当然我本人没有怎样，我本人也没有确诊，然后身体不舒服，什么任何状况都没有。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妈就把我安置在我们家旁边的旅馆。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，一个人住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有限了，没有办法形容我现在这个兴奋的情绪。我觉得我以后就是一个适合独居的人啊！当然啦，就是我跟我室友都处得很好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跟我室友一起住，因为他们很好聊，然后一起聊天也很开心。只是我可能是一个适合独居的人。然后今天是入住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可能住到礼拜五或礼拜六吧。对，那之后再看看情况，然后我会按三餐跟你们分享我的饮食，如果有余力的话，我会再跟你们分享我这个远距的生活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啦，明天见。Hello， 大家，这些就是旅馆他们会提供的，这就是旅馆他们每天都会提供这样子的中式早餐，然后我选择的是一盒蛋饼。我等一下再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蛋饼。所以我选豆浆。那因为我很久没喝豆浆了，然后我在台北基本上一个礼拜唯一的一次早餐，我也是每个礼拜买麦当劳，所以很久没吃这样子的中式早餐，让我有点怀念，所以就选了蛋饼跟豆浆。然后柜台阿姨很好，她怕我一盒蛋饼吃不够，然后她又来让我多拿一盒汉堡，然后我打算把汉堡当作我的午餐。对，那如果下午饿的话，我再叫 Uber 送那个芝芝双 Q 精选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盒蛋饼究竟好不好吃呢？你们吃蛋饼加酱吗？因为我不喜欢加酱，要加也就是加胡椒盐。嗯，然后看样子它就是一盒正常的蛋饼，除了蛋没有任何的料。好，我要吃了。我觉得可能是太久没吃，所以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嗯，嗯，然后它豆浆是无糖的，无糖的豆浆第一口喝下去，你会觉得味道比较奇怪，会比较不习惯。但是其实这样的豆浆，我觉得后来喝到后来是不会腻的，所以我还蛮喜欢。而且它豆浆很浓，重点是它没有烘焙的味道，我很讨厌豆浆有那种烘焙味，然后喝起来就是有一种很让我的味蕾很不舒服的感觉。但是这杯豆浆没有，我今天这个豆浆真的选对了。其实我昨天很多事情要做，我要写作文，然后还要录那个英文课的绘画，然后要写那个英文绘画的稿。就我昨天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太累了，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我觉得我接下来这几天可能会需要努力加把劲。我昨天很想做事，但是呢，就是我就一直赖在床上滑手机，就是整个状态没有很好。所以希望今天的自己可以努力一点，把昨天该做的事情补完。嗯，为什么？你吵吗？不会吧？没吧？挨饿。猜一个咖啡器，你要喂？哎，它这个是虫啊，虫哪来的？可是我已经吃掉好几只虫，然后我都不知道补充蛋白质哦，我不要。然后接下来，如果我成功的把作文写完，成功的把英文绘画录完，
我就来录个 room tour。对，所以各位请帮我加油，加油。
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入住的第二个晚上。今天整体来说过得蛮不错的，然后效率很高，下午的时候还去旅馆旁边散散步这样。很好笑的是，因为就是我家就在旅馆旁边，然后我今天还走到我家大楼的楼下，对，当然我没有上去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来饭店一定要做什么呢？没有错，就是要吃泡面。我刚刚下去那个旅馆楼下的贩卖机买了一碗泡面，然后我等下吹完头发我就要来吃它了，等下再跟你们分享我吃了什么泡面。好久没有这么晚吃泡面了，我在宿舍真的是除了正餐以外，然后下午会吃些小点心，晚上我是不再吃东西的。对啊，这是久违的宵夜，我超期待。那微微就是老品牌，就是再什么样都不会让你失望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其实这里住很多运动选手，因为就是我们这里离国训，就是国家体育训练中心还蛮近的，然后。因为国训里面其实能住的地方蛮少的，所以基本上他们选手都是找附近的旅馆住。对，然后因为这里就是刚好离国训蛮近的，所以有蛮多运动选手都住在这里。然后我去柜台看的时候，就不知道那个柜台还有帮他们就是做签到表。我看他那个资料夹有一本一本的，上面写什么击剑啊、跆拳道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太神奇、太有趣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拍这种类型的影片的时候，就是对着手机讲话的时候，就感觉回到我当初刚创设频道上传的影片。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地想要创，只是想说我在学测拍的那些影片啊，你可以剪一剪放上来。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说我会继续经营 YouTube 到现在，人生真的还蛮神奇的，它总是会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进行的。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说，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意外所组成的，因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你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子。真的好久没有拍那一种一直讲话、一直讲话、一直讲话的影片，所以觉得有种回到两年前的感觉。好了，那我今天的宵夜时光就到这里结束，然后我们明天早上见。拜拜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待在饭店的最后一天，现在是9点，然后我等下10点半我妈妈就来接我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一次快筛，确定我是阴性我才能回家。我昨天看了好多快筛教学的影片，就好恐怖哦，因为我看着他们棉花棒都插超深，然后我就感受到那样子的痛楚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其实是有去医院做过快筛的，我是说今年1月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医护人员呢就往死里捅，捅完之后我的头痛了半天。不过因为是自己帮自己快筛，所以我肯定会非常的温柔，应该不会像上次那么痛，但是不知道，有点紧张。咱们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，我等下再给你们分享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各位，我刚刚自己就是戳完自己的鼻子了哦。我自认为自己没有戳得很深，但是只要再插进去深一点点，我就拿啊这样子哦。我刚刚不知道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哦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大家有看到我湿润的眼睛吗？我刚刚已经把采取检体的溶液滴在那个快筛的试剂上面了。
然后我们就等15分钟，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。天哪，太痛苦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